点是问他说，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有 A 吗？不可以多一个字，也不可以少一字哦。有 A 吗？哎、欸，有 A 好，有 A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旁边有一个小熊维尼的娃娃。嗯，我说那你问他这样。你这什么闪避式的回答啦？你们现在对于那时候的第一印象，就是你对他是就是很高。对，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很高，因为他真的很高啊。对，因为他每次人家问我说你第一印象，我就说很高。还有什么？有点要这样。还有什么？一开始他其实比较算冷冷的人。他对对对，他一开始很冷漠，对，就是他很难相处。对，但是他其实也不会觉得他是特别要散发难相处，但你就是会觉得冷冷的，有点摸不透这个在想什么。像我们有一次很好笑，有一次我们就都会讲电话嘛，然后因为他其实不太喜欢讲电话的人，他喜欢传讯息，就是他就喜欢。不是我可能就已经聊完了，然后就我们两个还要怕，就现在不知道讲什么的。模式不太一样，就是是那种两个人，就是可能如果没有住在一起的话，就是手机就是一直开着。哦，就然后但是、就是、对，然后在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种。Okay. 对，的确有些人可能连睡觉可能视讯也都开着。对对 对，然后他就是那种很像是要交代完事情，就哎、欸、今天有告一个段落，报备完，然后、晚安要去睡了。对，然后他就那时候很好笑，他那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想挂，但是又觉得不知道怎么挂，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 ending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他这样，那还是我可以去打电动了吧？然后天哪，听起来很木讷哎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种觉得，哦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有点欲拒还迎那种。对，就到底有要喜欢我吗？这样子的感觉。后来发现他是真的不喜欢讲电话这个行为而已。什么时候确认就是彼此的心意？那段时间一直出去，然后。相处下来，就是每一次的出去相处下来，聊天啊、话题啊、兴趣、个性，就是你开口的，是我开口的。他在视讯的时候啦，对，视讯。你看人家还记得比较清楚。有啦，我刚刚讲过，我在视讯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次的晚上，因为我家里管比较严，所以我那时候是晚上是都没有。你赶快讲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那一句话重点是问他说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有 A 吗？不可以多一个字，也不可以少一字哦。有 A 吗？哎、欸，有 A 好，有 A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旁边有一个小熊维尼的娃娃。我说那你问他这样。你这什么闪避式的回答啦？对，然后他就说哦，他说好。哦，哎、欸，很聪明呢。然后就在一起了，就这样。后来已经有求婚了嘛，然后公布怀孕了，所以现在两个人住在一起了嘛。其实在结婚公布结婚之前，其实就已经同居了。在一起一阵子之后就住一起了。同居的生活还习惯吗？还可以，蛮习惯的。就是蛮习惯，所以其实人家会问我们说，婚后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？我都会回答说，其实目前为止，可能是因为小 baby 还没出生，因为我们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已经同居了，所以目前为止，那家事谁在做？太大的改变，我们其实就蛮配合的做，然后我不想做，他就会去做。那可能现在怀孕之后就比较多，他会做。当然有小孩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，但是工作的确也会耽误到。那有因此改变你们的人生计划吗？因为他其实从很年轻，他就是第一个工作就是模特，但因为我其实有蛮多工作经验的，然后他就是想要创业，但是可能听他讲了几年，就是一直有这个想法，然后因为他可能也没有真的实际做过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好像我就是只要有去创立啊，干嘛开始经营就可以。那我就跟他说，就是没有，你一定要自己也做过，才会去了解说，例如说你可能要开餐饮，就自己要做过餐饮啊，对对对。开始有小孩之后，其实就变成这些事情就变成是。会真的执行去做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人生计划是吗？是同一起的，你们现在没有分个人的，一起的，就是他会有他想做的，我也会有想做的，但我们的因为有小孩之后就更快开始执行，哦，对，就会觉得哎、欸，那希望可以在他出生前就让我们更快有能力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。他是个压力，但是也是个助力，也是个动力。所以还是有想要餐饮的部分这样子。那果果呢？我的话应该就是以目前可能有的工作把它做好，然后小朋友照顾好，然后可能是他有在投资那些啦，我就都会跟着他一起做。对 对, 對，很顺其自然的在做做这些。就对。不行吧？你们这见招拆招。
有一点，因为他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很理解。你也是吗？我其实以往的人生不是，因为我家爸爸是医生嘛，就是希望我照升学怎么样怎么样。对，就是一步一步的走。对，但是我从学生时代我就已经知道我自己不喜欢读书，虽然我有照着他的那个给我的压力去考取大学啊，考取证照等等，但是我最终大学毕业之后考完证照，算是我觉得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，让我毕业了，我考到我的执照了。那接下来我就是想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也清楚，但就是接下来我的人生就是我自己负责。结婚后有没有很大的改变，或是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改变蛮多的，就是更他其实本来跟我在一起之后，就我所知的，他以前跟现在好像就是他其实就已经很有耐心，就脾气上好像那些都不太一样。但我觉得结婚最大的差别就是很贴心吧，就是他会去更注意说孕妇，例如说可能我不舒服，然后就会看看他去查一下什么孕妇诊啊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他可能不是很懂，但我就会跟他说，例如说女生就很担心变胖会不会长纹路，那他就会每天都晚上都帮我擦油或擦霜这样，这是我觉得他很贴心的地方。就他虽然比较木讷，但他至少如果你有提点到他，他就会去做这样。OK， 那半江觉得果果有没有什么最大，就是说脾气变得很暴躁，尾椎很痛。没有，我觉得怀孕之后更有一种我们一起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感觉。哦，就是忽然理念变得比较一致了。想法理念，然后。在事情上面对事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更有合作起来的默契的感觉。小两口今天这样分享，算是有一些不同的故事分享给大家，因为大家一定都很好奇这些事情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两个人都在荧光幕前生活，其实都蛮长一段时间了。然后私底下生活，其实说真的，因为原本的身份不适合跟这么多人分享这些很 detail 的过程嘛。但是所有的事情就是也不用去强求，顺其自然，然后用最舒服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。没错，你们给大家的一个很棒的一课。